凯爹还是你凯爹？这凯这把太难刮呀，难怪玩的这么磨哈，两刀就没了，大哥。感觉两刀我还欠他几千滴血，说实话。他难开了，刷完了。过来啊！他难开的地方怎么是在我这儿啊？你确定他是难开的吗？哇，一分！我跟你说，这把就对面就有个凯对我有威胁，其他人都没什么威胁的。哈哈哈！我操！哦，这么痛啊，凯哥！一刀啊，哥们，这有点变态呀、啊！哇、哦，这两波都是被他一刀就没了，是吧？两波被他一刀秒，有点接受不了。这有点变态，手中，我操！两刀，他就 A 了我两刀，我把他刮伤，不然我就一刀就没了。这凯真无敌，他有个小名，哇，谁都挡不住他一刀斩。我靠，大哥他没把我当人看啊，这个人。哈哈，行行行行行，没打好这把。哎呦，这个凯，我靠，完了被这凯打毙了。哇，这凯。